贪官腐败，引起了协调经济，协调经济引起了艾滋病，这是一连串的问题。由于卖血引起输血，吃亏的死亡是老百姓。我要为弱势群体说话，因为中国现在呀是两个情况，一个权贵阶层就是按中国崛起了，中国富强了，中国的经济增加了，是这一批这个社会穷苦社会，穷人吃土豆，穷人没饭吃，这是多数人，这些人又没文化，从毛泽东开始就搞着愚民政策。我跟你说个滑稽事儿，你可能不会相信，毛泽东是1976年9月9号死的，我到了一个艾滋村去是2001年3月18，这个病人拉肚子，拉了一天拉十几次，我给他带了一点洋氟沙星，我还不敢拆盒，为啥？艾滋病死得很快，我要给他一片一片，他吃了，他说吃我药死了，我就给他整盒，我把药给他了，拿着药，大夫，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呀？这个男的名，男的姓程叫啥我忘了，女的叫陈琴，我还记得可清，女的还哭。你说叫我怎么说？我说你去赶快吃药去吧，多喝点水，还问我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给我送药的呀？愚昧到什么程度？25年了呀！我特别不后悔，不然我心里很不安静。我今天早上吃了饭，掉着泪。我为啥哭啊？我早上探病了以后，我7点钟起来，我吃芝麻糊，因为他家给我买了好多点心，就是我儿子也不管这样。可是结果了，我吃芝麻糊，我吃完以后，我躺那又睡着了，睡着以后我做梦，我躺着睡，我回家了，我回家干啥去了？我回家拿我照片去了，我家里很多照片呢。我说我很难过，我说我回去，我躺着睡，我扶住那个那荷花，我去了。我去回家拿照片去了，因为我的孩子只知道害怕，特别我儿子。我儿子是1955年吃药吃罢生的，1968年做冤狱现行犯革命，那个时候孩子不到14周岁，13周岁过了，上初二。虽然是他现在吃政治饭，他个大学当系主任，但是他工作上还是谨小慎微，因为他做了3年，他的人生观是在监狱形成的，所以他现在只知道怕，他不知道我为了谁这样做。我自身三本书跪得2年，得2年，谁知道？你看，我今年已经83了，明年84。我母亲就是活到84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有时候我今天活着，明天我都不知道我会不会我活着。接了以后让大家知道，我要不让大家知道，我死了以后不是更不是没有人知道了吗？这一本书等于我妨碍13年的总结，大概他俩的字数早晚差不多。第三本书是这本书没出现的东西，原来是用照片表示的，大概是出版社认为成本太贵，所以我现在又在重整。你譬如两个小孩，两家关系很好，这两个孩子呢，一个是我写，一个没说我写，两个人
翻脸了打架，一打架打破手脸了，先站到一块儿了，结果两个孩子都艾滋病死了。现在的话，我的精力不在回中国与不回中国上，我的精力在这三本书上呢。我更重要的问题是，要把材料留给后人。如果我要不把材料留给后人的话，那将来谁会知道这些情况呢？